方便让大家今天看看你这一身的穿搭吗？一个白色的上衣，一个牛仔裤。最满意自己身体哪个部位？肚子，小肚小肚。满意它什么？有的时候还有一点马甲线。持久睡眠啊，葫芦身材先热议，惊人腰臀比超不科学。2004年谢欣悦，网名是喝多了想吐。没吐过。介绍一下你的穿搭，韩系纯欲风。哪里比较纯？点比较纯。你是怎么做到腰这么细的？天生的吧，可能我妈生的好。我妈长得有点像张钧甯。日前大陆街坊影片，一位19岁女大生因超不科学的身材掀起热烈讨论，网友两派意见，其中一派觉得怪，感觉窄的不是腰，好奇怪，这是骨盆前倾还是驼背，总感觉怪怪的，我还以为是怀孕了，算不算梨形身材啊？这都不仅是梨形了，都快成葫芦了都啊！不过另一派网友呢，倒是爱死了，腰臀比牛逼，她这个真是极品身材，海贼王身材，我都不敢想象现实能长这样，接近我感觉的完美身材了，这身材属于正常标准，自然。美亚呢？也被起底，原来还是个在抖音有25万粉丝的博主。太大方公开理想型，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有少年感的爹，爹比较重要还是少年比较重要？爹比较重要。我觉得颜值不是特别重要，身高1.75米左右吧。胖胖的能接受吗？其实可以。男生最吸引你的素质在哪里？喜欢戴眼镜的。会撒娇吗？会。都是怎么撒娇的？宝宝，牙上了。叫哥哥呢？哥哥，哥哥。